我们没事啊，这下可以放心了。好，我们一定要卷土重来。 诸葛亮大人所料，果然来到这里了。休想继续前进！我就是军神关羽的小弟周仓，和老大在一起，我的力量是平时的三倍。Yeah, you sure about that? Oh boy. 久违了，关羽将军，送你一程。上次见面。 还是阁下留在曹操大人身边之事。如果你未能忘记当时的恩情，可否请你就此离去？你走吧，但是请你记住。Normally that just would be when where 最后一次报恩。 曹操，真的要这样吗？不过，既然大哥做了决定，关羽将军，谢谢。那我就先行一步了。 自有我的道路，任何人也无法阻挡。真是精彩的一战！这里全是从前线逃回来的伤病员，大家都已动弹不得。要是能找到药，对了，那一带一……
这是我们真的可以收下吗？喂，大家快来，我们有救了。这里的伤病员已经全部撤退，谢谢您。我自有我的道路，任何人也无法阻挡。真是精彩的一战。战斗的精髓就是右地，我们去把敌人的据点收为己有。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毁敌人吧，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休想逃走曹丕，我要再次断绝曹家血脉，获取彻底的胜利。莫非你想和你的父亲一样穷途末路之下吗？那就让我来帮你实现心愿了。孙尚香，来与你较量一番吧。速速消失。阻挡我们的前路。送你一程。父亲，您才是真正的三国无双。击败！哎，不行！真不愧是我的父亲，您的表现真令人眼前一亮。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好不容易才把敌人逼上绝路。撤退，但是
下次相见，我不会留情的。即使身处劣势，我们也能获得胜利。看来孙家根本不可能战胜曹家。敌将已被我击败，我自有我的道路，任何人也无法阻挡。真是太厉害了，主公一定能平定乱世。啊，多么壮丽的战斗。Should be almost done now.